这边来看啊，今天这属于是回家局啊，败者组啊，WBG 一路杀上来，真的好励志啊！来看一下朱雀队的 WBG 第一局上半场，空军杂技大副加囚徒三个人都是不带大心脏的。这边的话就是料定了，因为这张地图艾丽就一定是割据，那么这把穷者这边的一个那个天赋的选择就是什么呢？保一争二啊，保一争二，就是第一波一定要溜起来，不溜起来，这个局大概率四抓；溜起来，拖，然后呢，打以稳健的方式来打，比如空军的枪、大副的那个怀表，确保一波到两波的一个稳定救人，然后开门战，门口见。这里艾莉带了一个金身，我倒是没有想到啊，金身。这里空军这把枪捏得很死啊，我就不交飞轮，哎，然后交枪。这边金身顶，但这金身顶的这一刀的话，时间已经1分多钟了，相当于一个闪现啊。嗯，这局不好说了，因为本来想象当中是艾莉三争四的一个局。但现在看来呢，不好意思啊。但现在看来的话，这个牵制时间到了1分半，变成的是什么呢？艾莉保平争胜了，就这个局，穷者赢是不可能赢的。一般来说，艾莉不出现重大失误，穷者是不可能出现一个三跑面的。但是呢，就这个前期击倒确实稍微的慢了一点，以至于我感觉这局穷者保平的可能性有了。大副这边过来，要这样提前摇怀表求稳，这刀差一点点，人救下来没什么问题，就看这边有没有机会追个双倒了。因为这个局艾莉是一定要尽可能的去找双倒的机会的，但这波好像要这样的一个救人，可以以完美来形容啊。血线卡的比较紧，而且救下来以后再摇了最后一段怀表，导致艾莉这边想去追他的话，这个空军可能就要拉走，再倒一个离椅子最远的点。外面主要有个囚徒啊，外面主要有个囚徒啊，这个局真的对于穷者来讲，我觉得朱雀这把穷者他们的一个天赋也好，操作也好，空军前期的牵制，弗兰那几波走位就看得出来，大副这波救人就看得出来。雀人醒了，有观众说，我觉得有，确实有一种醒悟的感觉啊。今天他们的操作全员在线，艾莉这边的话是赌上了一切，切了个失常。这手失常呢，怎么说呢？就是把一切压在了这一波挂飞以后，他需要快速的去形成一波击倒，这边杂技跳火球封你技能。前面的话，空军是有双弹的，并且这边还有一个飞轮。那既然这台机子你踹了，这边这个墓地我就随便玩了，对吧？这边不是遗产级了。这个点我可以随便玩了，这边有个飞轮，还有个板弹。如果说这波飞轮能顶掉这一刀，机子其实还是够了啊，机子其实还是够了。外面的话，穷者修两台，这个机子有点拦不住了。而且刚才药匠那边有点坏坏哦，大家注意到没有？如果说看视频的观众可以调回去看一下，我刚刚看到药匠那边炸了一下机，然后再跑。然后艾莉就往失效药这个方向去了。我感觉失效药是故意吸引艾莉过去的，就刚才这一波，如果说不是这手炸机，艾莉可能是往别的方向过去的。这里的话，杂技在补状态，囚徒这边的话进墓地继续修刚才没有修完的机。如果穷者状态能补起来的话，这个局三人开门战应该是敲定的，因为穷者现在他们状态补满以后，他们可以有足够的时间去外面多骑一台机子。那即便是艾莉真的能压住这边的囚徒，踹掉这边的机子，击倒挂上，我外面可以再骑一台。这波，说实话，我觉得刚才失效药那波炸机是有，我当然这个是纯猜测，我感觉是有点说法的，就是有这种故意的感觉。飞轮哟，
不过呢，即便打到这个程度啊，还是艾丽多抓面要大于保平面。为什么？他这边只要能形成击倒这个囚徒，被倒了，被挂了。针对这个囚徒，因为囚徒没有大心脏，这个局还是偏向于一个多抓啊，还是偏向于一个多抓。因为这边我针对囚徒们打一刀，然后把囚徒挂上以后，我开门战虽然说没有传送了，没有闪现了，但是我有我的高机动性啊，我有移速啊。药匠擦了擦手，大家注意啊，药匠在桌子边擦了擦手，真的回家局了，我感觉两边打的都很紧啊。一点都不松弛，来吧，最后这一波救人，药匠手握一瓶香水，哎，肥炮流，那香水回这边的话，艾丽是用电取消了一个擦刀，两边属于是各显神通了。这边的话救下来一定要扛，这边呢，看，哎，怎么说，卡班救下来扛得住这一刀吗？囚徒要不交个电，哇塞，这一刀扛住有点难受的，这刀扛住囚徒现在很强啊，囚徒有电有双弹，然后这边进交互能进得去吗？进不去，但是刚才是卡半救下来的，这边穷者不敢点门，应该是要让雷格西在中场卡着。两边一人哦，他们这个安排的话，就是确保能走一个，两边一人压一边门。雷格西卡的这个位置是，他卡的不是人，雷格西卡的是门。如果说这边爆了，你往另外一边去了，雷格西这边就点门了。这样的话呢，对于朱雀来讲，他们横竖能跑一个啊。这把我可以说实话，真的朱雀打得非常非常好，但是确实这把朱雀真的，他们想保平太难了。这套阵容呢，我觉得他们也没有什么想法，真的想要跑一个的，真的想要保平的，就是先保一个再说。杂技这边点门门，哎，不能这也四抓吧？杂技点门门，我觉得这一手在残局，我们马后炮的角度来讲，有一点点亏的是什么？应该杂技出来吸引，让大副把门给点了，就杂技当面在那边点门，然后杂技进马棚在那边，然后杂技进马棚，杂技进了马棚，牵制大副点开门的可能性会更高一点。当然这边有点可惜的就是艾丽没有排到人啊，艾丽没有排到人，因为艾丽过去看了也没有人嘛。最终跑了一个，可以，这个结果呢，我说实话，两边都能接受啊，两边都能接受。